肉烤好喽，嘿嘿，快点吃啊！哇哦，要趁热吃啊！哎，浩谦啊，你说我们这么干吃烤肉是不是太没意思了？是不是得玩点什么游戏啊？对呀、啊，好啊，好啊！为了能让老爷子答应我和夏天的事儿，看来我有必要破釜沉舟一次了。我的人生是不允许有败笔的。为了我们的将来，不管他同不同意，都得拿下。没错，否则我寝食难安啊。哎，对了，安宁不是可以看到你的记忆吗？如果他们知道的话，那就糟了。哼，放心吧，他最近的特异功能好像消失了，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。看到这瓶酒了吗？是我的珍藏，你问我要了五年我都没给你，今天就让它发挥最大的价值吧。哇，准备充分才能万无一失。将军，安宁老爷的技术我是清楚的，和我下棋从来没赢过，所以安宁咱们喝这个，你看，我们以这个下棋和玩扑克为赌注，输了的喝酒，怎么样？好啊，那我下棋，哎，我玩扑克，不，我要跟你玩扑克牌。啊，那咱们俩下棋吧。啊，好啊，好，那我这个，喝酒吧，炸你！哎，好酒量！五杯吧，谁不是啊？好样的啊！炸弹！嘿哈！赢了！将军！嘿嘿！哇，我终于赢了！到你喝了，到你喝，喝喝！五桶！呀！